你好，想弄点啥？老板，哎，你看看我这一兜东西，看看这是真的假的？看真的假的？嗯，看哇，这是一大堆呀、啊，这是。都是多。值钱不值钱？是的。哪来这么多呀、啊？这。这是俺爸来的。哦。他买来的。买的。啊、嗯。这买的不少啊。我跟你讲，俺爸退休10来年了。哦，一个月退休金4000多，4000多，对，俺也没有见过他的钱。哦，都买成这个了，家里还有嘞。啊，以前嘞，就是过年，就是小孩去了，过年还给500元压岁钱。啊，现在去了都给这，过年一人给一个，一人给一个，说的比给钱还值钱嘞。哦，都给这了。嗯，那我估计给这小孩也花不了呀。这不是后来啊，俺二，给那个俺爸给他嘞，他偷偷的拿着去卖去了。哦，人家给他说假嘞，不要。啊，他回来给我一说，我想着这坏事了。啊，我这不是赶紧拿点药，你过来看看。看看。假的好些嘞。我跟你说啊。嗯。你让我看看。我也给你看不了了，你这东西我这里还掉一个，稍等一下，是我看过的，没见到一个真的，都是假的吗？全部都是假的。咦，是他收藏这个东西有多长时间了？得有1年多了。一年多了，嗯，一年多也没事，也应该也花不了多少钱呀、啊。你只要一年多，人家10两来买是吧？啊、你能买多少？买好些。哎，你回去你得好好劝劝老头了。你这东西，说实话，这没有一个真的，全部都是假的。银元、铜钱、大铜钱，全部都是假的。哎，那估计他被人家骗了，被人家敲着了。那你这，俺爸以前不懂这，这只能算是古玩，工艺品，现代的工艺品。你像说句实话啊，这里面，你比如咱就说这个普通的吧，嗯，咸丰当买，保全局的。这如果说是真的，这一个好几千，一个好几千，这大的，这当50字，哎呀，这都没见过这种我都没见过，这没有这样的，我估计一找，这还是咸丰当百，这当保元局的，还一本万利，这银元、哎，这都不对，银元也不对呀、啊，银元我看的也都是假的，民国8年的，哎呀。这要是真的，你其实不错了，那厉害了。但是这没有一个对的，都是假的。这俩直接就是铁的，你看都生锈了。哎，银元它首先得是银的呀，这连银子都不是，这是铁的。这其他的这都是铜的，这都是铜的。啊，这银也不是，银都不是，银都不是，这都是假的。哎，我刚才看哪一个？我记得有一个，刚才有一个特别厉害的，哎，这个，秦半两，这么大的秦半两，嗯，你秦半两其实铜钱很常见，但是那都是小的，这么大的，我如果是真的，老贵老贵了，但是这都是假的呀，嗯，这都是假的，这没办法，你回去你得好好劝劝老爷子，这不然的话，这说实话，现在身体怎么样？挺好的呀。啊，身体还好。啊。你以后身体，说实话。总有身体不好的时候，是对不对？你这钱都花在这上面，到时候咋弄啊？嗯、这说实话，你拿出去变现，这一大堆，那给个100块钱都不错。100块钱吗？对，1-2百块钱，哎，没啥意思。这，俺都没见过他的钱。没花过他的钱。没有退休那长时间，退休金都没见过他的钱。你得好好劝劝他，收藏这东西可以，但是你首先得收藏真的，你这弄一大堆假的。这不是说句实话，你是不是跟那个古玩街做贡献了，对不对？他肯定也不知道是假的，假的他不买那些嘛，估计你也骗他。这都看你，不行的话，你不行，你啥时候让他喊过来，我给他讲一讲，中，行不行？好，或者你先回去劝一劝。真的，这东西这玩意儿，这开玩笑的，这就是铁，这就是铜，没意思。你就再放，就这假的东西，你就再放100年，它还是假的，它不值钱。明白吧？好，啊、我回去给他说，不中我说不通了，再给他一块来找你。行，这开玩笑呢，这一大堆没一个真的。来，好吧，收起来了，还给他拿回去，让他拿着玩吧，好吧？好，啊，不能这样没了，谢谢老板。行。